哎，我到这个教堂了。我觉得这个教堂啊，很像是那个伊斯坦布尔啊，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东罗马帝国啊，左西右东，对，东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啊，它的那个一个城堡，很像这个风格，有点哥特的那种感觉啊。你看，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城堡。啊，这边有几个行人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已经变灯了。